来到小爱动画园，今天我们认识一些工程车吧。这是一辆混凝土搅拌车，搅拌车正在灌装混凝土，然后开到施工场地浇筑混凝土。现在出厂的是装载机汽车，装载机将河沙运输到指定地方。这辆汽车叫机械车，帮忙运输河沙的好帮手。现在出厂的是挖掘机汽车，这是一辆沥青车，用来铺设沥青路面。喜欢我的动画，就把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吧。